好，继续啊。我看。啊？哦，胸口那个东西。对，录了上传，但是上传会很久。结果打击三被一巴掌啪碎了。Thank God。抗病毒剂怎么没带身上呢？丢了你。Antiviral agent。不占格的。Gotta get back to Sherry。关键道具。You again? 这好像是阉割版的榴弹枪，你看克莱尔那把榴弹枪多大，他这个感觉就像信号弹一样的手枪。一眼看出，我也不知道，万一打错了其实是病毒，雪莉就死了。他忍住了，没有射。主要是看到她丈夫还是丈夫的样子，现在变成怪物就无所谓了。I couldn't let my daughter grow up in a world with a G virus in it. But that's no excuse for. Missed. I got this. I got this. 还行。他那把小枪感觉威力跟克莱尔一样，是吗？克莱尔亏了。I got this. You should take care of Sherry. 哇，克莱尔那么勇的，直接跳下去了！我操，这个到底谁是 boss？ 里昂好像是被阴的，他下去的时候，结果被那个 Annette 按了一下，结果他就下去了。我操！直接红，老哥给点药吧。
我找找找找别急。变身是吗？哦，他打中间那个眼睛。这把手枪，完蛋！我还在哪儿呢？氮气没少装吧？这把枪点四五，这把枪实在太垃圾了，感觉就是捡子弹。一次装六发是那把枪，不是这把枪，是那把九毫米的枪。不到那个肩膀的眼睛，老是在动来动去。
哇哇哇！这他妈硬，这也太短了吧！我操你玩家干嘛？哪儿呢你？哎，怎么不打我呢？打人东西就能打断吗？这哦，最后两枪了，机枪输出威力实在太爆炸了，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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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就死了。手柄来了，晚上好。啊，居然是绿的，太好了。还是机枪靠得住。哎，那个 Annette 怎么办？嗯，不管了吗？有有有。好，可以整理一下了。这个放掉，这个放掉，这个放掉，这俩留着吧。血力已经足了，操！
雷加加特林，电击枪打拿出来，克里斯的全自动步枪，克里斯也加入套餐了，我怎么说？火焰弹我就可以全拿出来了。电击枪这么屌的，带个药，说有道理，可以把娃哈哈放进去。哎呦，没药了好像，哦，还有一个药。真他妈性感！我是不是少拿什么玩意儿？哦 ，Sherry 在前面。还带几发火焰 ？Sherry 在哪儿来着？这儿。是的，我没拿电击枪子弹，就是 Annette。Hey, I need to make it. Sherry 突然变异了。My mom needs help. Annette. 我睡着了，不好意思。哎呦，他应该肋骨断了吧？ Hey, look at the screen. Oh, thank God. So Sherry's gonna be all right. 哦，他是把那个疫苗带过来，他让我刚刚没看剧情。She's free of the G virus. Did you hear that?他让那个 Annette 把疫苗带回来，让他自己去打那个鸡。What happened to her? 你爸把他干死了，家庭暴力，交给警察就可以了，不要担心。Don't worry about me. I'm okay. Take my daughter.他女儿已经非常屌了，百毒不侵了，已经自动复原。We can't just leave her here. You're right, we can't. 我操你！ Attention, unauthorized removal of a level 4 virus detected. 谁取走了疾病？What does that mean?It's a self-destruct code. In case the G-virus leaves the building. Please save my daughter. No! 重置版怎么没有感情？你看不是挺有感情的吗？老妈死了，不管怎样都是要哭一下。就算从来不见到老妈也是。Please, Sherry, listen. She loved you, okay? You really gotta get going. 分头不好意思，就不用猜了，就是我。You were right about this jacket.I'm so lucky to have you. So we can talk more about that later. We gotta hurry now. Come on.
Sherry, walk faster. 走快点，老哥。可以了。爹妈双亡没关系，自己没死，留了报种呢。怎么办 ？Lock down 了。舔干净了吗？再检查一遍。好，舔干净了。不要太恐怖哎！啊，自动关了，我一直想按那个按钮。弹幕机挂了，不好意思，调整一下，稍事调整，马上回来。克莱尔心里并没有把握把雪莉带出去，你 flag 先别立了，我操，你别吓我，现在就开始说些哎，说些告白的话，这 flag 是不是立得太早了？哦，还有东西没舔干净啊，这个非常失望，我非常失望。还好有箱子，是啊，我输的是分头，不过不是李阳那种分头。我觉得机枪可以通通拿出来了，现在攒着冲锋枪弹药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然后这把枪可以放掉了，把那把这把拿出来，这里57发拿出来，5发。强化弹，那是祖传的，你开玩笑，能随便用吗？好，十分钟我可以通关了，我觉得。怎么办？这张地图感觉没舔干净就走了，有点遗憾。蓝草，摸呀，这是子弹吗？我操，这他妈点45的，再见，这年头还用点45的，不想活了。哦哦，你可以啊。对啊，我还出体验，我还没通关。
其实你快点好不好？戳破泡泡我没完成，我有草。对，我已经解不开这成就了。Use what? Use what? 操你妈！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哎，还有箱子，我他妈惊了！还有一个 B box。手环丢了没用，好，要两个格子，是那个蓝电池红电池吗？啊？先上车是吗？啊，还这样的。先上车要蓝插头红插头了。哦，丢不了，丢不掉，丢不掉，丢个刀吧。你待在这儿别动。哇操，克莱尔这个背影太帅了。在哪装的电池？是刚才哦，嗯，雪莉数了一下克莱尔身上的弹孔。梯子断了还行。Claire， 你不带我玩了？ You're down here too? Yeah, but the whole place is coming down. 李阳好淡定，不像是要塌的样子。You need to get out fast. I know. I found a way out. 李阳说 What? I think we can all make it. Where are you now? Claire, are you still there? Leon.I'm sorry, you're breaking up. Don't worry about me. Just get out of here. 好，说完最后一句话就断了，断得很是时候。You are free 还行。我操。嗯，好，走走走走走。才六分钟了就。哎呦，我操你妈！这快捷键位放啥呢？放这儿吧。果然剧情了，缆车，现在才缆车。当年那个什么，原版的话，缆车在去那个什么的路上就有了。狗哥来了，我操，还六分钟。哇、wow, 直接红。
我操，不能硬拼。闪光没用是吗？要用雷啊。哪儿去了？是啊，第一次答案。我操，手雷停龙车失败了。哎，你怎么上去了？对面去先撤，先撤。好，过了过了。时间充裕了已经，我觉得不太充裕了已经。破。哎呦，噼里啪啦炸了。你们他妈都想看我神作，过分。好，起舞，但是没弹，没药了，应该有箱子吧，然后补一下药吧。李偏打的药全部吃光，我全摸了那个药，但是我全吃了，几乎全吃了。吉武不是一坨屎吗？我知道的。刀杀吗？克莱尔露出了迷人的微笑。吉武所写的是吗？李昂，你怎么上来的？我操，克莱尔这脸实在是不忍直视。你把什么带进来了？是你把皇军引到这儿来的？妈的，李昂，你看看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别开枪，是我手雷。不禁陷入了沉思。硫酸弹不要了。
然后用那什么啊，万代没用的，但万代他也不让我扔，过分。啊，火药还有好多，火药还有很多，火药大有两个，大口径子弹，大口径子弹，强力子弹。操你妈，50发麦林也太夸张了吧，不要骗我。倒计时反正结束了，可以慢慢理箱子了，是不是？好，看老子他妈什么武器都有，跟你说，强化弹20发呢，还有这把枪我还没用过呢，操，这是啥？大火药，呵，小刀，小刀留着。后面还有大火药，爽死他！这是普通难度，我还有加特林呢。我们可以把一把武器换着打。哎呦操！过了，我每把武器都打了几发。大力踢，这个字幕。Claire， 你不要 Claire 了吗？我操！我以为我洗澡了，刚说洗澡，洗澡了。李阳，你太怂了，你怎么留着？让克莱尔上去打，自己在后面他妈的搬机关还行。哦，果粒橙。李阳，你说说你到底干了啥？这个流程里你连 Ada 都没泡，表官还泡了一下 Ada， 在幻熊市主要就泡了个妞。So, are you guys like boyfriend and girlfriend? No, we're just, well, we actually just met last night. Yeah, that would have been one hell of a first date, though. Yeah.You have no idea. Look, he might be able to give us a ride. Oh, Barry 开车过来接他们了。What if it's not just the city? Get Sherry out of here.
Mom.叽咕咕嘎嘎。啊，没有神作，没有神作。这傻屌要死了。So, is it over? I don't know. But if it's not, we'll stop it. Whatever it takes. Yeah, you're damn right we will. As long as we stick together, we'll be fine. 可俩腿好长啊。Come on. 怎么像一家三口的感觉？ You guys can adopt me. Adopt you? We can get a puppy. A puppy? And a parrot. Parrot?I always wanted pets, but my mom said they're too messy. Sherry, 一点都不想他妈，很开心。Wednesday is a song to get your blood pumping. 好好好，过了，终于通关了。里昂表和克莱尔领初体验流程，接下来是克莱尔表和里昂领，有空再直播吧，我不会录像了。我觉得剧情大家也不用看了。里昂表和克莱尔里这两段会传录像，后面的我连什么时候玩都还不知道，所以也不会传了，因为就没什么区别。初体验流程传那么多干嘛？全网最慢，没错。但我觉得这个祖传的麦铃省下那么多，我很开心。官方路线为什么是科标三光里？是因为三光里定情一吻了吗？ Sherry 应该不知道他爸死了吧。啊，遇到的时候就说了吗？操，真的。啊，他应该说，哦，对，他那个杀他局长的时候，是不是看到了他爸了？然后杀那个暴君的时候也看到他爸了。刚才好像飘过一句对中国人名字。李阳不知道从哪里搂了一个鸡病毒，然后触发了自爆。是的。他把那个暴君黑虎掏心的时候 ，Sherry 叫了他爸。勾神枪这座没有。
那个时候威廉还有意识，他还保护 Sherry， 先把局长弄死，又把那个暴君弄死，但是弄完暴君以后他变形了，然后那个脑袋到下面去了，然后那个吉的意识就占据了主体，威廉已经没了。勾人像三代男，你怎么知道？三代的剧情在二代中间夹着的。主要是剧情一大堆 bug。深思刚公布 Switch 版。怎么不会炒冷饭？只要出一台主机就有生死。好像在那个安布雷拉历代记里面有讲他那个神功枪吧。所以应该是这样说也没错，因为升二之后接下去就是升三，那个吉尔醒过来那段，那样的话神钩枪确实应该在之后拿，在那个好像我记得在安布雷拉历代记里面有讲那个神钩枪的事儿。和美柱是什么东西？吉尔应该睡了两天吧，还是28号？28号应该是早上凌晨睡下去，等到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10月1号的晚上，就是傍晚晚上，没有到29号吧？我记得是29、30是升二的事情。30晚上，然后10月1号脱出了，10月1号凌晨脱出，是的。C， 哎呀，我居然是 C 耶 ，Mark 机的，我比里昂表官打了好像8个小时，还有 B 呢。太能摸了，主要是。西大概是要6小时以内。流程是短，7个半小时，不是8个小时。行吧 ，C 啊 B 啊无所谓，都一样的。服装已经可以穿这个了。负伤纯黑背心，替代 alternative 吧，马赛克服装好像还没有公布，额外模式
第四生还者通关才有豆腐，这三个是直接能玩的 DLC。 把那个音像改成原始，这个他妈非常怀念，小了点。汉克不来了，直接睡觉啊，明天上班了。好，大家晚安。